间的这个平衡的张力，不是要看到你夹腿，但是你的上半身呢，帮老师注意一下，因为你的这一个前腿在做加压的力量，所以你这个脊椎，你的上半身必须要留在前面跟它有拉紧，所以是去。当你在踩回来的时候，这个脊椎要去看的，所以不要这样 2 3，好不好？松松的，上半身不能松松的，上半身的张力也是要存在的。2 3 4，所以当你在旁边的时候，不要让整个身体站上来，一样在中间 4，你要创造的是这个腿加压的张力，让你上半身稳住，因为换马上要再回来。2 3 4 1 2，好不好？所以男生上半身，你的张力要继续存在。2 3 4，所以这个弓步哦，我们在踩的时候，后脚拉紧，前脚膝盖微弯，前脚膝盖微弯，这个用意是要干嘛？让你的男生，让你的右腿可以有空间加压发力。女生的左腿有空间加压发力来到旁边，停在浪子的位置，然后在这个地方中间继续有时间给你两拍，2 3 4 1 2 3 4，再去做其他的动作。